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呢？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是就要杀我们啊？你兴奋个什么劲？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二位陪行。我们可以一起闯荡江湖。入了江湖。 有的是能给予课间取你性命的存在，把那个表情收一收，别太丢人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想不到初入江湖，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。不要太自大了。 我还年轻，可以狂妄。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今天谁都不能死。总之吧，今天我刘无杰认可你了。我要你认可我。